Hello， 大家好 ，Ray Wan Des。好，剧场版联动 campaign 第二弹活动来了。那这一个是8月20号的新活动嘛？然后初登录的时候有一个十颗的龙石，然后老界王、大界王各属性的大界王都是有一个，相当不错了。然后再来就是新的超难关，Sailor Max。哇，这个关卡非常非常的难。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一个之前的那个悟饭青年期的剧场版联动关卡啦，也是开上来了。之后啦，也是会有很多看觉醒，只是不知道几时罢了。呀，这个 Sailor Max 非常非常的难。目前因为我比较晚打嘛，已经看到一些惨状啊，非常非常的夸张，全部被轰到百万百万的输出，完全就是 Red Dawn 以上，甚至就是应该不可能没有到以上啦，但是就是同等级的难度啦。因为目前按照计算出来啦，第三阶段的普攻啦齁，大概就53到60万之间的攻击力，然后必杀的话是190到200万的攻击力，这样子上下。以必杀这个输出来说啦，是超过异形龙的，超过异形龙的。OK， 那么这边的话就是 Sailor Max 的关卡啦，有龙石，有特别称号，然后压倒性的强度。然后这边更重点就是我们的 Supporter Item 就只能带一个仙豆，要背。没得减伤，这个是痛苦的。然后第二回战有全体攻击，第三回战会锁位置，不过因为有仙豆的关系，如果真的是被锁到关键角色，那么吃个仙豆就可以解锁了。然后关卡情报嘛，隶属体属跟技属这个样子。我刚才说到了第三战的技属是特别特别痛的，所以这个是要比较注意了。好，那么这一次就来把它给打一打啦，试试看。反正我相信我是打不过的啦。彩星满连接 ，OK， 那么就以这个队伍先出发吧。其实我有备战一个这样子的队伍啦，不过因为这个活动是跟国际版的玩家一起开始的，所以这一队的话算是国际版玩家组得出来的。那么就来试试看一下，杀杀杀 ，ikimasu， 希望是可以顺利一点点啊。这边有一点点的小麻烦，我们的队列分得有点散，有点散。这边来说的话，因为等一下红神双人会在这边哈，那么这边移过去好了，移下去好了。前面的话我其实是蛮希望可以打得慢一点啦，不需要到特别快也没关系。OK， 这个样子，因为连击啦，我们的七周年啦哈，在前段可以多连一些些必杀，然后那是最好的啦。能连多少就尽量的连多少，要不然真的是会特别的危险。OK， 哦吼，必杀来了！不过这个 Sailor Max 的必杀了哈，魄力还蛮不错的。然后看那个欧美玩家那边有提到了，他们很多觉得这个都看里面的必杀魄力，好像比电影版里面的还要更有魄力，因为那些他们已经19号已经上映了嘛，昨天就很多去看了。然后就觉得，都看里面的表现，好像更加的惊艳。我亚贝不会把你一轮把它给解决掉。亚美得，亚美得格雷。啊，算了，解决掉就解决掉吧。反正前面的两关算起来就是，大概是 Red Zone 第一、第二关这样子的难度啦，没有到那种超绝难度。OK， 没有全属性感动，这样可能有机会多敲一下，可以多敲一下，当然是最好了。然后这一张，美吉大带出来主要就是针对第三回战呐、就是技术的 Sailor Max， 因为没有克数的话会打起来蛮痛苦的。我有想过要带那个神蓝打的，可是有一点小担心啊，所以就不带了。OK，Nice，可以叠到两次。因为这边可能连接不好也是有影响，随了 ，OK， 干掉，这么样子的话，至少都有跌到了一两下攻击了，还可以接受吧，OK， 这边的话啊，都是会爆的话就这么个样子，
可以开招就够了。然后下一轮其实还蛮想留足的，不过就算了。嗯，加加加，いきます。这边的话，我倒是觉得，气周年在这边的主要作用就是在最终段那、啊、哈，可以开主动技，就是输出主动技的时候了哈，直接来一个大力的输出啦，要不然的话真的是会蛮惨的。现在老实说，我不知道第三段的时候要怎么去解决、啊，因为在哦还行，这个输出力度大概20。应该是30-40万左右了，就刚才说到的前面两关的能力，大概就是 Red Zone 刚刚开始第一、第二关，不会到太难打，稍微用心点就可以打得多了。嗯，然后第三关的那个难度是真的是有一点点的压背了，压压压，也不知道这边是有没有机会哦，全属性攻击，嗨嗨嗨。不过这边的话，我的红神双人算是叠了两次攻。等一下后续的话再来看看。然后我有看到诶，寄双人开了两发必杀，被第三阶段的 Celemax 敲10多万的输出。所以不要中必杀其实是一个重点啦、啊。然后这个关卡要说跟布罗利的关卡比较起来是怎么个样子的话，各有难度啦。嗯，以我目前已知的那个情况来说啦，目前还在打着嘛，我还没感受到那个第三阶段的威力。不过已知的那个情报来说呀，各有难度。因为布罗利至少我们可以带着减伤刀具或者就是鬼魂，然后这一边我们只能被限定用这，还没有全啊，我不太想要全属性效果发群呢、欸。火力太高了，可是这样子又开不到连击，多小呢？嗯 ，OK， 这个样子，然后再配上，好，哎、欸，没有全属性效果吧？去 ，nice， 这样说不定有机会让我的这个超智双人再触手一次了。要不然大家可以看得到了，现在防御力其实都相当的低。啊，刚才勾到嘛，各有难度。这个关卡就因为只能用先动，没办法减伤，导致它的难度大增。如果可以用到减伤道具的话，还不会到让我们那么痛苦啊。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一边啊。所以这个关卡不过还好啦，我们的 Celumax 啊吼，它没有锁回避，我们可以用回避来去搏一下。像红神双人，我们变身之后变成蓝神状态，有一个高确立的回避，哎，然后再加上开上超必杀，可以锁敌人，可以 action break 敌人。这边的话，我们就要把它给活用起来了。やめて、やめてくれ！啊，我原本还想要让我的体超四双人稍微叠一叠防御力的，不过就啊嘛，我倒啦，直接给灭掉。好，哎，那么。进入最大的难关了、啊，哦吼，去打！まずは option 嘛 ，this skill。等一下，我队友的血量是多少啊？俺は貴様を倒すものだ。哦，还好，只有一发必杀，还算可以 accept 一点。然后这边就我们的这个红神双人肯定是要变的。不过刚才的寄双人在合体的时候转红阻浪吼，转到非常的差啊。OK， 然后这边可以的话就多看稳，能多叠一点就多叠一点了、啊。
这边的话刚才吃到两颗红珠，再配上自身有一个高确立，哦，只有中确立的回避啊，哇塞耶，然后两颗那个红珠增加 44% 左右的回避力，所以这一边的话，只要男神双人回避不掉，我们就直接 sayonara， 哎，就是这么个样子，やべえ。お願いします。来啦，回避，お願い，走！大家可以看一下啦。那么这个输出非常的精彩，192万，嘿嘿嘿，就是这么夸张的输出，さすがです。然后这一边的话601万的输出，どうや？希望可以连击了， yes， 连到 nice， 这样子的话有30出万的防御力，但是能不能扛得住普攻？我操，又挂啦，又挂啦，飞啦。那么重点来了，重点来了，我们的果鸡大可以到什么地步？再来一发，再来一发，哇，顶！大必杀，那么排骨饭，お願いします，绝对要撑着啊！回避，我，妈的，嗨 ，OK， 回避，没有，又是一发190多万的输出吧，大概。OK， 再一次来到这个 Sailor Max 的面前了，不过比较麻烦的是，顺位被锁住了。不过合体是肯定要合的啦，那么先把我们给合上去先吧。呀呀呀，真的是啊，打了蛮多次了的。老实说，虽然说这一边是被锁了，但是只要可以开到超必杀啦齁，悟空这边是可以，狗鸡刀这边是可以直接 lock 住那个什么的。所以其实这现在的话，我是考虑要不要开那个仙豆啊。因为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需要诶，虽然说，这样子摆会是最好啦，输出力度会比较大一些些。妈，容我想想，我看开好了啦，开好了，这样子会比较至少，因为毕竟这边我们要的是打快嘛，输出上面是比较重要的。对，按这么个样子来摆好了。然后这一轮的话，稍微又有换了一点点的队员呐。我把排骨饭给换掉，换成了六中年的圣兰达。然后在前面也累积够了被打次数，也就是七次。这样子的话，其实他的复活啦哈，已经是触发好了的，就看什么时候要来启动这样子罢了。啥的766万，不过后续等一下，下一轮应该说后尾的狗鸡大那边会比较危险一点。其实大家刚才前面也是有看到过，他被普攻，然后8万多的输出啊，如果没有连击的话 ，OK， 把那个 break 掉是最狠的啦。好，629万，我说在这边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去期待一下超市狗鸡大的反击必杀啦，有没有？本君就是卡喵卡喵啦！哇，终于连击了。我是说这个超市狗鸡大啦哦，它的高确立连击在这一边啦哦，对于没有开路的我来说，就出现了很不好的影响了啦。What？ 哪里？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就要死掉了？我的 ，OK， 这边的话当然是直接来了。主动技也直接清上去一个走。你为什么刚才会被打这么痛？刺猪红猪的量也蛮多的喂。这边的话我看就这么个安排吧。不确定能不能扛得住普攻，我稍微算一下哦，如果是说53万被克数，20多万，
然后再加上北极它本身有减伤 ，so far 应该是 OK 的，扛得住。Soleja 既然扛得住的话，那么就争取多一点点的输出。阿甘，哎呦呦呦呦呦呦，超必杀有，超必杀有。虽然说没办法开到最大的那个，不过这边因为有一个复活的存在了，算是保了我一个心安。海洛看稍微累积一点点，应该扛得住。OK， 可以，至少啦吼，可以让我的这个美吉达打完输出，然后，OK， 好，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这个财星大佬也是可以做到一次输出，不错的输出。嗨，怪波黑贡 ，Action Break， 再来。如果这一次可以不用死，当然是最好了。不过是没有什么可能性的啦。哎，再来三连击大佬啊！第三连是连了个比较普攻。嗨 ，Action Break Back Down 啊，中了普攻哇，两万六还是要被打一个两万六，不过问题不大。复活 KO， 三连达带出来主要用途就是这个啦，然后也算是蛮可以扛的。OK， 来到这一边，豆芽。没有必杀，吼吼！但是，我可能还是要开仙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一位，两下的话，他会扛不住。这边的话，我们先把主动技给打出去，先不要啰嗦。OK， 首先这一个吃多一点猪，扛多一点伤害，再来这一个，这个会比较好，三颗都是三颗 ，OK， 那么最后这一边的话，先斗一个，把血量补满，主要就是为了保护他罢了啦，因为他如果没有连击的话，会被打二十多万的输出，超级无敌的痛。嗨，那么就 Ikimas， 然后这一轮的话算是小小的有一点点的期望值啦。OK， 390万胜过 good， 一个走，希望可以二连击加彗星，再来，没有傻，没关系，我们还有753万，哇，连接来得到就是漂亮啦。外婆黑工压力够，所以 action break 再来536万，如果可以三连击，那当然是最好啦。哎 ，OK 再来啊，可以哦，不过 action break 掉一下，哇，13万，嘿啊，刚才有回血，要不然的话这边可能就要挂掉了，因为差不多22万左右那个输出。哎，奇怪，哎，塞鲁的输出好像越来越痛哎。50万，哦 ，save， OK， 呼 ，say no， 一个走，哎呀，我忘了开那个 ，OK， 最后一杀，就只剩下最后一发，那么就一个走，没问题了吧？这一轮。可以，是，一个做760万。老实说，真的是需要一点阴气啦。连击，漂亮。妈，有这个，我这个这一轮的好友大佬是三路吧的，没有到彩星，不过威力依然的无穷。
不好意思，好，哎，这样子的话 Sailor Max 就解决。我原本以为是没有到非常非常困难的关卡，结果哇，这个难度简直就是爆表啊，最重要的原因啊，就是他不给我们带减伤道具啊。如果有减伤道具的话，基本上是轻松点啦，但是如果只能带仙豆罢了的话，哎，这个就是困难度拉了非常多嘛。不过终于了，还是打过去了。需要一些运气啦，需要一些运气。顺位，哎，顺位真的是要排得漂亮一些些才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啦，这个是国际版的玩家都能组出来的队伍啦。我还有另外一个队伍，就是用父子加利克炮做好友队长，然后自己 的队长是选择北极大摩达，然后来组。可是国际版因为亲子加利克炮还没出来嘛，所以肯定用不到。所以这一次，哎，先录了一个。大家不管是国际版还是日版都有机会组出来的队伍啦。当然这边的队伍的要求也相当高，清一色都是限定，除了红神悟空，然后红神悟空也算是一般丝绸卡里面比较好的角色啦。哎，因为在这个关卡 77% 的减伤真的是太重要了， 50% 减伤都扛不住啊。好了，那么这一次终于打过去了，其实打了非常多次了，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前面的死亡花絮。OK，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看，加马塔尼。